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2024年2月4日，美职联足球俱乐部迈阿密国际受邀在香港与香港足球联赛球员展开一场表演赛。因国际知名球星梅西为迈阿密国际俱乐部的球员，这一场表演赛受到香港市民和一些中国大陆球迷的热烈关注。然而在比赛当日，梅西却缺席了比赛，这引发球迷的强烈不满。你对得起这些球迷吗？你对得起我们吗？真的是。在中文互联网上，梅西缺阵的消息逐渐演变成了梅西辱华。之后在迈阿密国际与日本球队的表演赛上，梅西上场的消息更是引起了中国网民和球迷的愤怒。在一片指责梅西辱华的声讨声中，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发布文章，以理性的观点阐述作者认为的梅西缺阵风波中所体现的形式主义。但很快该文因批评香港当局而被审查删除。作者这样写道：我特别喜欢香港，喜欢那里的法治，喜欢那里的务实，所以看到形式主义在香港蔓延滋长也特别痛心。梅西在香港表演赛不上场这个事之所以被提到政治高度、民族感情高度来讨伐，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某些人在香港搞形式主义搞砸了，然后恼羞成怒，疯狂甩锅。什么是形式主义？以扩大国际影响力为名义，斥巨资请球王梅西来踢一场完全没有国际影响力的球赛，这个就叫做形式主义。当然在当下的香港，这个不叫形式主义，叫盛世经济。对香港这样一座曾经以务实和清廉著称的商业大都市来说，这很不寻常。放在10年前，特区政府财政出资赞助这样一件形式主义的盛世，肯定会被立法会议员质询的。现在没有了这些质询，特区政府办起盛世来效率高了很多。也因此，一场商业和娱乐性质的足球表演赛就被提到了关乎政治和民族感情的高度。只是真的是没料到抄作业抄得这么彻底这么快。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 平台项目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投稿地址请见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阅读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